报名的第一组阿硕，从青少年变成青壮年的阿硕，掌声欢迎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硕。对，我今天常来是，我刚好也在，今天在台东这边服役，然后但是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到这个台湾本岛上面了。对，然后今天带来给大家一首，这第一首是来自张震岳的《贪心》。像雨下不停拍打在窗户的声音，看似一场老派的剧情，多么熟悉。这时候很适合在记忆里寻找痕迹，涌出来的情绪竟然有一点回忆。走在感情的世界里，有不同的路径。有的人做的酒，有的人做水玻璃。犯了错，伤了人，才懂得坚持自己。我想我的问题就是太贪心。就忘记，这么多年我还没忘记。如果那天我们再相遇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。一场雨下不停拍打在窗户的声音，看是一场老派的剧情，多么无趣。这时候很适合在记忆里寻找痕迹，涌出来的情绪竟然有一点回忆。试过就忘记，这么多年我还没忘记。如果那天我们再相遇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。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说声对不起。谢谢。对，就我这一天才回到这个台湾本岛上，就之前一直都在海外。然后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我就是踏上这个岛屿之后，我心态就会发生一些转变，就是会觉得哎，留在台湾时间很少，就会很贪心的想要做很多很多事情。对，那
那这样其实对自己啊，或是对朋友这样的心态都很不好。我就想唱这首歌分享给大家。